有人吗？大街在吗？国庆的第一天，国庆快乐！Hello，国庆快乐！我没有睡觉，我肚子疼。好奶，认真的吗？这个瘦脸太大，小一点。国庆快乐，怎么疼了？下辈子当个男人，怎么解释呢？我太吐了，然后觉得你们国庆节肯定在放假，然后就我们聊聊天。那突然脸不圆，那我把他脸弄圆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他也圆。大家国庆的第一天都在干什么呢？biu 比心，大家国庆的第一天有没有出去玩呀？怎么能躺一天呢？没有出去玩吗？国庆节想你来着，这话说的，哎，都不好意思。下午好，Hello，一文，我们就简单聊聊天，聊一聊国庆的第一天大家都在干什么。明天出去。你们要去哪呀？大家有没有就是去那些什么景点儿啊，啥的地儿逛一逛？我肚子特别痛，然后我就只能躺尸。大家记得5号来找我玩哦，去郊区的一个小镇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就很喜欢那种，就是特别能溜达的那种地儿，就是大草原啊，然后有那种绿树蓝天啥的。欢迎刚进来的人，我们就聊聊天。主要是我爹无聊呢。然后我现在也好饿，大家5号记得过来找我玩哦。5号哦，确实无聊，在家闲着不知道干什么。对呀，对呀。肚子好痛啊，所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。你们不会有一些外地的看7天公演吧？看7天星梦剧院过，看样子大家应该都没有，都在看公演，不是？大家都在过国庆，我就是这么准备的。对，看7天公演，然后。我7天握手会，7天公演，好，就是完美的假期就这么结束了。国庆男友你好，哎呀妈，你真会说话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就不跟你犟哈，我也觉得没有我好，所以到时候要过来找我玩，5号哦。你们国庆有没有就是去哪玩啊？我最近看那个，我特别想去迪士尼，因为那个有新出的那个狐狸，我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欢迎狗咖义工啊！巧了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猫咖的那个工作。下午好，Hello Hello，下午好。明天才去玩。
明天去哪里玩呀？我好想去猫咖工作，对吧？毕竟四爸的工资让我没有办法。昨天、今天堵车，今天肯定堵啊！今天肯定堵，今天堵车肯定厉害，而且今天还是国庆节。人生梦想开一家猫咖，哼，我的人生梦想去那里打工。哎，看来我还是个打工的。猫咖驻唱吗？对呀，我要是能在猫咖驻唱的话，那小猫咪肯定很喜欢我。但是猫咖不需要唱歌的。哎，但是我真的好想，就是年纪大了之后，然后去猫咖。早上好，什么早上？这五点了，五点多了，兄弟，五点多了，你居然发早上好，你就是大猫咪，哼，我是大老虎，啊呜！我那天不早了，该干饭了。对呀，哎，你们国庆节晚饭都跟谁吃啊？会不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吃？还是在哪个旅游景点被坑？还是在星梦剧院看公演？还是在星梦剧院握手？还是，坏，就是这儿。不好意思，sorry，自己吃啊，这么可怜，在宿舍隔离，天哪，那你也太可怜。在家吃昨天的剩菜，天哪，那你更可怜。哎，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那种咔咔，就是国庆节咔咔的就出去玩啥的，在外面玩，外面吃。看，这小日子过不错，吃了十盘蒸鲜寿司，可以，你这个国庆过得还行，放假就应该躺平。哎，放假就是什么都不干，咔咔躺的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放假去旅游，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，正在吃汉堡王。你的生活过得也不错，中午刚吃完火锅，晚上不饿，吃点剩菜。你的生活的差距，就是你的中午跟晚上差距也太大，换个地方排队排握手吗？国家的节日不用陪父母吃饭哦。嗨哈喽哈喽哈喽，好久不见皮皮。哎，我国庆的第一天在躺着，因为我肚子疼。来了老弟，天哪，那家好白，不是，是这个灯光它照的白，我不白。陪祖国母亲吃饭，这个话说的太好了。我躺到现在为了补觉，你补觉补到现在都没睡着。你这也是挺难受啊，兄弟，没事儿不难的，肚子痛，就是女人吧，下辈子当一个男人吧，下辈子当一个特别帅气的男孩子吧，当女孩子太难受了，肚子还疼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嘣。的巧克力，睡着了，睡醒了好几波，醒了接着睡。兄弟，你这是醉生梦死啊，你这是迷迷糊糊呀，笑死，想给娜姐翻牌，我被口袋规则管住。你发的是什么翻牌？为什么会管你呀？你不会发的什么不健康的吧？之前你说晚上直播没看，那你太差劲了。帅气的男孩子可难了，我觉得我就是帅气的男孩子就行，不想男女孩子。我也躺沙发上看电视，你的小日子过得也行，心情不好那天哦，哇哦，谢谢躺平的日子也坚持打滚的夜爹。哦天哪，我看到这个夜爹肚子都不痛了，就像。那个，他们说紫薇看到礼物之后眼睛都好了。谢谢谢谢，躺平的日子也要坚持打滚的夜蝶。开始啊，不，未成年不给充值，笑死。
开始实习之后就没有一天睡那么久了，醉生梦死，然后睡个少。因为大哥毕业公演太伤心，也就国庆10天，你们为啥10天假呀？现在在做都是躺着看，哎，你们不会还充着电吧，手机？你们不会手机还充着电吧？看我，给你们唱首什么歌？再把监控拆了，给你们唱首什么歌呢？你猜的对，没呢。我坐起来点了外卖，准备今天吃第一顿饭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今天的第一顿饭是5点吃的，那你也是最后一顿饭了吧？今天的不，就指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顿饭哦。之前补课，补了2天，双休啥的，真好，真好，多放一天。有一说一，有点耗电。还可以有夜宵的嘛？来个夜宵的嘛？就跟用一台苹果手机感觉最后的晚上来了，他说不定还有好几顿。为什么你们的生活过得那么的多姿多彩呀？哼，感觉你们的那个国庆假期，咔咔的过得可好了，又是去这儿玩，又是去那儿玩，又是跟自己的小姐妹、小兄弟去约会，哎。又是去猫咖狗咖打工的，我啥也没有。国庆也不安静，还得加班，嗨嗨嗨，hello hello，今晚准备吃什么？今晚吃土，吃什么？当然准备吃土了。我只有一个人准备跟文献做伴，你看看人家都是打工人，欢迎有木，咔咔哪儿都没去，剧场加班。你的国庆7天不会要看7天公演吗？我就回家躺着了。咱明天尽量给发个翻牌，你真能发翻牌吗？你都没满18岁，哎呀，我也想没满18岁。秋天了，可以加餐个西北风，哼，妙啊！就你这话说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啊，送给你关吧。娜姐啥时候翻牌？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口袋就不提醒我有翻牌，我每次一点开翻牌，咔一堆。一天都没歇，就等来剧场。谁他妈那5号过来，一定要看完，不是来玩哦。我想办法。你这咋翻？你要不然你把你的想说的话转述给另一个成年人，让他来翻。我也是打工人呢，周日上班，休息日看文献啊。但是你说看文献感觉好高端，你看起来没到18岁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好开心啊！好的，好的，明天翻，加个翻牌提示。5号来找我手，好啊，好啊，当然好啊！大家一起来聊聊天，顺便说一下自己，大家都国庆都干什么？过来，大家都来找我玩，烧饭去了，跑路，怎么能随随便便跑？因为要准备毕设毕业设计不看文献，哇！我觉得准备就快毕业那2天，准备毕业设计可痛苦了，受饿了，我也饿，我肚子咔咔叫。Hello，马来西亚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你们觉得？我想知道，其实我可想去旅游了，但是你们觉得哪个旅游地方最坑啊，或者最好、最不好啊？我就去避坑，我现在就在痛苦中。那你看我乐呵乐呵呗，你们觉得哪个旅游地方最坑，我就不去哪个地方。对啊，那你乐呵乐呵呗。你们觉得哪个景点最坑？好像还没踩过坑，这么幸运吗？出去旅游都没有踩过坑。沿海的都高消费，沿海有哪儿？大连，什么？这个滩那个滩，张家界哦，听说过，张家界是蛮坑的，星梦剧院最坑，去了都不想走。星梦剧院是挺坑的，
官方吐槽，大连、青岛这种。哦，张家界倒没去过。我知道大理挺坑的，云南挺坑的。去一次张家界被隔离了啊！原来你就是那个，去一次那个被隔离的那人群中之一啊！笑死！天呐！哎，那你们隔离的那个酒店要自己就是掏钱吗？去云南去玉龙雪山还挺好看，其实我挺想去大草原的，就是半夜看星星的那种，但他们说能被蚊子咬死。自己在宿舍，哦，我以为你要在酒店隔离，然后本来去一趟张家界钱都花没了，然后你自己在隔离花隔离，那真的是，都没了。会骑马吗？我不会呀，我肯定不会骑马呀，只能马骑我不会骑马。谢谢垫肩的荧光棒。杨硕也特坑，杨硕在哪儿？大草原坑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想在大草原躺在大草原上看星星。哎，但是一直没有那个可以跟我看星星的人。我准备邀请菲菲去。但是，他走不动。哎，我腿比较快，回武汉在自己单位隔离。哦，谢谢蹦的巧克力、桂林啥垫肩。啊，你，我读我拼出来，你的 ID 叫垫肩。自己开心也很棒。我觉得自己开心有点凄凉。你想啊，那个冷风一吹。这首歌，这时候再唱一首《走在冷风中》，是吧？多凄惨！天马天羊，不是那谁是内蒙人吗？富贵是内蒙的吗？对啊，你看你的名字就叫垫肩。谢谢狗咖义工的巧克力，大草原蚊子咬你肾宝。这种浪漫你们是不会懂的，我总是在电视剧里面看，我就可向往了。然后他们还在大草原里面喝着酒、唱着歌，对吧？骑着马儿跑着操。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想，我们如果什么时候团建哈，我们团、我们队、我们队、我们插、我们插队的人，咔咔的就去大草原，去大草原，然后大家就。谈诗词歌赋，不对，聊诗词歌赋，谈人生哲学，然后大家一起骑着马，唱着歌，吃着牛肉，烤着火，然后半夜看星星，多好啊！俺就是自己看星星，那你真是太惨。对对对，他就是内蒙，不过是呼和浩特市的，只能说霍和你欢迎，哎，是个浪漫，好家伙，真的，那指不定那。指不定我们一起去大草原之后处成多少了，多少就成为了有多少对 CP 了呢？哼，是不是？叶总都不给我们机会。我是内蒙人，但没骑过马。那你真是枉为内蒙人呀！我一直都以为内蒙人都是住蒙古包的。增进感情，对呀，像这种团建多有意思。王总只能带你们去天目山呀，在哪？笑死！哎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旅游？哎，我们前辈们有没有公司组织去旅游的呀？我不想自己去旅游，自己去旅游好惨。哦，520现在是，祝大家天天520，127大前辈可能就。反正你们，我说公司组织哦，就是一个地方是吗？旅游只知道王小江啊，那人家不是人家那不自身厉害吗？对吧？人自身咔咔的粉丝厉害啥的就
有那种福利，绝了！俺、啊、突然流鼻血了，天哪，我的魅力不会这么大吧？你不会看到我看到都流鼻血了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毕竟啊，我也不走那挂，记，哎。搁家待无聊，哦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也是很有魅力的，很有魅力的，高兴。哎，我搁家，我10月30号考教师资格证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内心可坦荡了，我得还得回来再考。啊！为什么我现在拿手机手抖啊？我靠！我了个草子哥！为什么我的手机会手不是？为什么我手会抖啊？就是我现在拿手机就这样，这样。不知道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手抖。哎，可能帕金森了吧。都抖掉线，不是，是手机提醒我还有20%的电。我准备跟你们聊天，聊到我手机没电关机，然后我就去躺一会儿，放会儿，我拿久了颈椎有点不舒服。不，我是年轻人。我那天看完天一直播，我悟了。天一说不能熬夜，熬完夜会长痘、长闭口、长粉刺、秃头，不能熬夜，我就悟了。这不是躺着吗？小儿子那段以上不疼。现在年轻人都是体弱多病。那段视频建议在对呀、啊，他真的，天一跟我说完，我立马不是。我看完他直播，我立马当时就睡觉了，笑死我了。他说什么是闭口粉刺，他一说你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。瘫痪小娜，肚子疼，今天我一熬夜就生病，不能熬夜，熬夜使人堕落。后来我就悟了，后来我就悟了，不能熬夜。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谢漂亮和林姐大概是，没关系，以后你会睡得更晚。林姐大概是中心作息最健康，我也作息还蛮健康。就我没有熬到那么晚，可能熬到1点。喜欢熬夜独处的时间，欢迎许茶不爱茶爱波波。哎，每次一熬夜的时候就很 emo， 觉得世界都不爱我，我被世界抛弃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1点很晚？我觉得还行，我觉得我还行，他们熬得更晚，因为我每次一到1点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还有比我更晚的人。我最近发现一个叫七仙超市打折特别低，买一赠一的，你都快给人家当成广告代言了。有，熬夜很快乐，熬夜是挺快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。晚上的手机总比白天的手机好玩。有熬夜也要卷，哎，也不知道谁卷起来的。晚上是和两个人住，因为容易 emo， 可能俩人一起 emo。我有的时候就会跟菲菲俩人一起 emo，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跟菲菲聊天聊得挺满。回眼睛啊，晚上来了来了，以后是4人间更适合聊天。
以后四人间都能打麻将，以后四人间大家一起更不睡了，熬赢，看谁熬得晚。电脑比平板对手机好不少，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在家。每天生气导致我老生病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不会让人快乐。加速那句麻将头像啊，四人间睡觉前应该挺折磨的。我睡觉可深了，我就是那种晚上睡觉就是啥都震不醒我，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地震了的，我可能都梦中就被压着了。主要作息不同会很煎熬，对，有的人可能属于熬鹰的，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健康睡眠的。新中心搬过去得春节后，挺羡慕的。市区离清晰近了，可以在市内吃乱七八糟的，挺好。老王这破房住了10年，那还是当下。晚饭吃了吗？晚饭还没有吃，哎，但是如果搬了中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。就在市区了，就可以，那边有好多好吃的、好玩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猫咖打工了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偶像，其实我们签的是经纪合约。猫卡打工那是劳动合约，像我们都没有五险一金。打工，新中心剧场距离剧场1公里，就偶遇就当不认识，到时候禁止宵禁，不是吧？哎，你们说，我们要是有个什么生了个什么大病，如果那我万一我生病了，我要去看病都没有五险一金，就好贵哦。你们都有五险一金吧？哎，你们都有五险一金吧？你们公司都给你们啥的？有也看不起病，交警就当偶像，那是去做了。6+2没上班呢，没有。不过我看病报销挺多的。主要是我经常去检查，我要定期不是叫检查身体吗？我检查身体每次都花好多钱，我就突然觉得五险一金的重要性，觉得很羡慕有五险一金的人。我可以自己交吗？我自己交什么？看病啥的？对呀，我不是定期体检，因为我身体现在就是我要定期去检查。6+2斤都有什么斤啊？6+2斤都包括什么？那也是11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生病，都会生病。自己只能完成社保和医保的交纳。社保和医保的交纳，哦，猫狗瞧病比人贵太多，随便住院检查几天就快上万，哎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人不能生病，一生病就要花好多钱。只是多了一个大病，医保和辅助住公积金。公积金又是什么？我感觉我对这些都不了解。噗噗 ，Hello。哎，公积金买房，哦，买房还有补贴呀。身体健康，健康作息，对。身体得健康，因为
我去检查身体就要花好多钱，我每次都要检查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属于那种一周就得抽一次血嘛，然后去复查，然后就花好多钱，复查就花好多钱。现在去趟医院可麻烦，每次对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愿意回家看病，因为上海的医院看个病很麻烦，就是如果我简单复查的话，就不用那么折腾。娜姐，润唇膏涂一下，看不起病，随便做个检查就上千了。每次抽血都让医生抽胳膊左边，好受很多。唉，我之前一周就要每次，哎呀，吵死了。我之前就是一周就要抽2管血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吃猪肝，是胳膊外侧好受很多。唉，门诊检查请出示医保卡。对呀。你说我们公司，我如果生病的话，会给我报销吗？因为我现在每次看病花好多钱，吃的菠菜补铁方贫血，我也不知道。生活不易呀，混在底层的小偶像更不易，不可能，爸能给，早管用。多吃蔬菜水果。所以我就是觉得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小偶像挺好的，但是刚开始出气的时候真的还蛮难的。千里后耳朵听不到保险的一部分。四八号唯一还在承担的费用是贴屁是什么呀？贴屁是什么？你有哦，我听说过，这个应该是属于比较，就是比较那个啥的。哦，我听说过，林姐生日公演跨年结束吗？不知道呀，不能吧。所以就有的时候出生社会的就觉得还蛮残酷的。最近严格控制时间，怎么可能，喝点水，喝药睡觉去。快睡觉去吧。欢迎小刘不吃面包，欢迎干净来的小可爱们。我准备把我的手机电用完，然后我就下播。现在还有10%，无聊跟大家聊聊天。大家有没有很想去玩？下午好，你好呀，脆弱母灵。这个名字起的好，好棒啊！用完了还得冲进去，生日公演准时，我这肯定准时开始吧，就没电下播会卡住一个崩图，不咋提醒我，那我就2%的时候下播，不敢去，来来来，
翠瑞姆林，你有没有你的 CP 名啊？叫钢铁猛一。哎呦，你这么一上来问我这么多东西，我觉得你还不如问 staff。翠瑞姆林，你有没有 CP 啊？你有没有钢铁猛一呀、啊？嗯呢，那肯定对应的就是钢铁猛一呀、啊。我也是随便蒙的，但是没想到你真的有 CP 啊、哦！你们都有 CP， 磕到了。我什么双子座，另一个自己就是钢铁猛一。那平常的都是，自己抱自己，好家伙，做自己的依靠，悟到了，就是今天也是一个小课堂，这可不行脑补，我已经脑补完了，你才提醒我，这就传说中的，谢谢那个翠微母灵的玫瑰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玫瑰花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看的？你一直都在嘤嘤嘤，你能不能换一种叫声？不是，换一种叫法。谢谢阿森纳的20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嗷嗷，哎，都怪我唐突了，真的唐突了，真的唐突。谢谢，就是这是谁呢？这是谁改名了呢？让我来看看。对，哈哈哈，对，蛮夷的。车翻了，吓得我换号进来了。我不懂啊，我不懂，就是刚刚就是他，我就是我想就是看他另一种方式，早，就是5点半，兄弟，你跟我说早，那我也跟你说早安哦，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。唐突了，唐突了。我想剪头发，帖子们。想剪头发，今天短发。我跟你们说，5号要跳长哦。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不对，你应该这么发。哼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哼，你都不理人家。哼，嘤嘤嘤。剪一个啥发型？我想剪短一点，因为我要跳蝉月了。那如果要是钢铁猛一，就是嚯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，大家嗨起来吧！哼，你怎么能那么说话呢？嚯，哎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戴个假发吧。不行，我万一跳假跳掉怎么办？怕大家吓到。万一，谢谢小鱼爱女儿的荧光棒，那就火了。就俺也是没有想到，就是通过什么能火。国庆快乐啊！爱你爱你呀、啊，小鱼爱女儿。插队跳公园，假发片真的，我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之前把小曲的假发片揪下来，吓我一大跳。奇怪的抽签方式，飞鞋的掉裤子。哼哼，我要是如果有出圈的方式的话，我会选择什么出圈呢？我应该不愿意假发片掉出圈吧。必须得掉东西。对，欢迎零点二摄氏度。
哎，你们有没有那种出圈的行为呀？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，因为什么行为大家都认识你了，或者你因为一件什么丑事，哎，也不一定丑事了，你因为一件什么那种事情，然后让大家都认识你。阿巴阿巴，没什么圈子，没有圈子才要扩大圈子，扩大圈子才能认识新的朋友们。那不是社死吗？也不一定社死啊。就像有些人，对吧？你军训的时候，你表演个跳个热舞，然后你就火了，然后大家都认识你了，然后就有小哥哥小姐姐，去追求你，这也是属于出圈呀。粉丝有飞鞋上舞台被拉黑，穿超人服上课。挺厉害的，穿超人服上课挺厉害，全系第一，成绩吗？那你好厉害，第一次看娜娜直播你，嘿嘿，那你看完第一次就一定有第二次哦。你们好勇啊，好勇，也是好勇，大家都是人，就是大家都是人上人哦，都很卷，谁也不服谁。对，就像当时我们有好多，我们就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啊，当然不是我出圈的方式，奇奇怪怪、千奇百怪都有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我现在肚子被饿得咕咕叫，准备一会儿下播了。嫂被现实打服了。想起了之前 MC 娜姐拿给静静的奥特曼衣服，琪琪说：“有我在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完美的冬日。”记得吃饭，好哦，你要记得吃饭哦。对，大家都要记得吃饭。我想看结伴。想看结伴的话，我们可以下一次我再去跳结伴，因为5号的话我跳蝉。我这次的目标就是先神龙，都没有神过龙呢，我觉得就想神龙。刺客最伟大那个版本真好玩，对，就是冬日就不是那个冬日了。我觉得 COCO 一的那个沙僧那个假套挺好想看奥特曼和怪兽跳结伴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，很有感觉。有机会去看你们嘉兴路对公园哦，好好哦，那我们拉钩哦，哈哈，Coco 一那糊的不错。不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最喜欢 Coco 一的假套，就是那个假套，谁戴上之后，就仿佛看到了我30年以后的样子，秃头的样子。你们就可以去试，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同款。欢迎工藤新一。为啥不是奥特曼大战美队呢？相信自己不会秃。哎，那你们说，那个奥特曼的那个动画片都下架了，那我们还能再穿奥特曼吗？不会违法吗？啊，我是说公演的话，谁戴上都是我。重新上，吃饭还没有，回来了已经。重新上，哦，我是很想看，我也很想跳。直播删了一些片段，哦，我以为你们那个下架了呢。但是，奥特曼里面有好多非常就是那种洗涤心灵的那种句子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强烈谴责一刀切下架。对呀，我觉得其实大千世界千千万，对吧？觉得小朋友的心智啊、理解啊，都是通过一些父母的引导啊。
然后去，所以说没有必要，我觉得。奥特曼闪的童年，我的童年是飞天小女警，还有神厨小富贵。好不容易奥特曼长大，怎么就对现在孩子有伤害？哎呦，现在家长就总觉得自己教育不好孩子，或者是孩子有一些他没有真，都觉得是因为什么游戏啊、动画片。其实那些有存在诱惑的一些事物，它一直都存在，取决于是家长是怎么去正确引导宝宝。好不容易有了看动漫的自由，又没了。80后灌篮高手，柯南啊，柯南特别棒。那我是我们年代消息，终于能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其实我觉得一个小孩的好坏，其实就是外界事物的影响固然是有的，但是就是家长的引导也很正确。哎，80后老了，不限于家长，我觉得其实就是他推出那个18的那个年龄限制嘛，我觉得是蛮对的。吃饭去了，娜姐也吃点东西。我也要去吃饭了，我手机马上也没有电。娜姐00后，可别吹了，我没有00后啊，我不是00后。90后家长居然认为游戏是精神鸦片，合理合理。像蛮像的熊出没，你不是我，只我一直以为心态00后，我是98年的，快没电了，自己关播，否则会崩图。那我得，我一会儿要想，我准个50下播，我们卡个整点儿。2098年，我还没出生呢。表情管理上，比你大了10岁。肚子好痛啊！哎，大家一定要平常多说。嗨，我来了，Hello Hello， 语气关不掉，关不掉。年轻真好。没用的，多美的脸都能卡成梦图，哇！感觉你们好有经验哦，你们一定会看了，你们一定看了很多前辈们的直播，得出了经验，关不掉。也可能是后辈，反正不是我就行了。看了很多崩图，我已经准备好接崩图了。不行，我刚刚已经提醒我10%了，拍过好多。靓女迷惑，不理解，不理哥，不理解。崩图也能送礼物，那你们要是可以等我崩图的时候，我送礼物吗？首先我把老王抽，首推把老王抽。你的手推是都是过来人，崩图看挂。谢谢096A的荧光棒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开始就是刚入团的时候，我直播的时候可注意形象了哈，卡卡的，我就化妆，我化的可漂亮了直播，然后都没有人来。后来我发现跟我化不化妆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就导致我之前咔咔画可漂亮给你们直播，就导致我现在躺着给你们直播。那会儿不是我在吗？直接整回来就完事儿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我就看出来你们这些人都喜欢啥了哦，就不喜欢漂亮的，喜欢搞笑的，咔咔的乐的那种。哎，越漂亮我就越没意思，美女看多了是不是？哎。就看有啥新奇啥好玩，就不，你们不乐意看漂亮的，你们乐意看丑的，咔咔就这样，
啊，这种你们就喜欢看。我发现了，人性，倒不至于。有趣更重要。那我难道不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吗？我不有趣吗？我没有有趣的灵魂吗？我也觉得是，所以我们来了。哎，真好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以前直播可有包袱了，就想每天化个妆再给你们直播。你要么化妆吧，还麻烦，然后每次只有公演那天直播，因为我每次公演完回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晕车又很厉害，就是很想吐，我也不能。就是我每次公演完回来就得我得歇一歇再直播，要不然我给你们一直播我就吐，一直播我就吐，要么会引起误会哈，所以说我就想平常直播，但平常直播又得化妆，就很那个什么。哦，我跟你们说晕车巨难受，真的，我晕车，我每次啊，就是我们那个剧场那个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晕车的人可能受不了那个。就是车的味道嘛，然后我就很恶心，然后你说我一回中心我就给你们就晕车，就说不好，是不是就是有伤大雅是吧？哎，所以我每次就很那个什么，但是我觉得那天的漂亮是吧？我就觉得不直播有点就可惜了，就是毕竟是咔咔化妆了，然后又干嘛粉丝我们 对呀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得那个什么。还是得直播，就是还是得，就是不能要尊重嘛，对吧？尊重祝福嘛，都知道。对。哎，我们隔壁有人唱那个，那叫什么歌了？马儿跑那个歌，晕车是平衡器官过于敏感。平衡器官，平衡器官是不是就是有平衡感好啊？给你们来段 B-box。耳朵有个结构是调节平衡的哦。跳舞转圈啊，我转圈就有点晕了耶。不对，给你们来个 B-box。哎呀。手机上都是口水，又没有喷到你手机上，咋的？我搁这 B-box 还能吐到你手机，是不是？洗脸了，那我应该这样。洗脸了吗？别。不要害怕，新来的人不要害怕，好吧？我不是在吐大家口水，看看电量，还7%，还7%。我准备一会儿下播，看，果然是刚刚谁说的，我50下不了播来着。跟你们唠得太开心了。吃饭吃饭，这搞笑吓退了，请关注一下我的超话应援会群82195448，谢谢。小喷菇，不是啦，我最近都是苦练的，好吧？
差一口气没过来。差点我一口气晕，我想要死。就有这种。好，我跟大家就 OK， Let's DJ 啊。Okay, let's DJ. Come on, baby, let's go. 等不到你的风中铃声，明灯明灯还融洽。等不到风，欢迎一直打算做不的人。欢迎邪不正 gay 啊，不是，那是 gay 吗？一不可以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脸上。大家怎么都吃饭？我都没有饭吃。欢迎 G。哎呀，我下播了，帖子都不陪我玩，该迷失去了。那我也下播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吃晚饭，我吃晚饭，可以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铁子们，再见，吃啥的分享一下，啊，不想吃，我肚子可痛了，你们都没有人安慰安慰我，哎，太难过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多喝热水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铁子们。会好的，再见。